当然你做多了嘛，也不是不好，做多了也好，但是就是等于是有点浪费吧。主要是浪费。这个东西没深浅，你做到700好像你做到900跟700也差不多。嗯。你做到900的话也不会裂到哪去。我觉得你要不你就这是他们厂家的。啊对。你就按照他们900来做。啊 ,700 跟900你差不多。反正也没坏，到时候万一做不好的话，到时候出了问题了。到时候人家你这边冲着你来做坏了。500就900。放大了不管。啊你不要小就行。设备一样的，你反正按他们来呗。嗯，按他们来就完了，这个没问题，但是定下来就是说这样按他们来就可以，然后保温材料什么的没关系吧？这个倒没关系，那就按这台。那也就是煮个稍微大点，反正无所谓，就是浪费一点，就是浪费一点，小一点，一般小一点就完了。嗯，140就140了，就按他这个来，我觉得100就够了。我也觉得，我觉得100就够了。我叫我同学，因为我没算，因为我在我们楼一般都是。南北方的话也就是80-80啊，了不得。平均讲就连通不开暖的话大概就是70，然后不关算开暖的就是大概就是90、100，就是这样。140，140，反正自己家用。自己家用，可以用。可以用。家里用。家里用。是吧？不是别墅，就是那个小区。嗯。可以，也不算太大。多少个房子？啊？房子多大？就80多个平，不是很大的。哦。我这，他那边他不放心。就是说，可以稍微小一点。他也转，他转行做银行的，也是我们专业。哦。他就不放心，是吧？他不放，他家吧。啊。他不走。可以，这个你就告诉他可以就行。要小了是不行，大了是可以，这肯定是可以。你别告诉他是大了小了，这老头做银行啊，做银行就是老，可以，还是银行小银行，对，只要他老爸老妈过世，这就厉害。哎呀，我大点不能干。稍微多歇会儿，多休息，我也管了。它这装修下来，装修下来也多少钱了？这个东西它包了就2万，装地板，就相当于地板。它这个多少平方？它加多少平面？啊，他要多少平米？就80多平米。80几平啊？啊，这上面写了。嗯。就那个85吧。85平，然后那要多少钱？他这写了26,000，总共下来。26,000除一个，而且还是标配的26,000。85。305一平啊。而且还标配的，如果超了的话，你合同就。啊，85，300多一平，300多一平，哎，不算了，算了，不能，不算了，只是那个燃气，它是燃气炉的啊，那不算燃气炉，燃气炉地方小，燃气炉壁挂炉的，嗯，壁挂炉水平高，那总共是26,000，嗯。减去一个9,800，嗯，一共还两万6,000，然后除一个8,190，还可以。因为要是一般地板铺设做下来的话，不算热源的话，应该是150平方，150算是一平方，它这价钱反正也不便宜。嗯。但是换了风格，它用的是。散热器，那散热器深浅可是不一样。散热器的片有100块钱一片的，有500块钱一片的，有1000块钱一片的，都不一样。地暖是一样的，在哪铺材料是一样的。那用什么材料？它的，嗯，都用什么材料？它用暖，它暖的散热器嘛，散热器的话不占电。不，这个可以装那么多。哦，那放的是散热器啊。嗯。但是去那这个放它当然也是，我
我也没看到那个日本是个什么？钢板，钢制板是三个字。啊，这什么？嗯，那什么？这什么关系？跟他的装修的主干儿？那这这跟他没关系了。我就从这里开始。嗯。供暖工程2万6千3呢？他用的德国的地板也算在里面？地板不算。什么不算？没有。他价格是从后边上走的。啊，9000多，3000多。地板也有上的地方。哦，没有上。你看他是，等会儿这个云块也上了。1米6，600高层一米几啊。啊，这一套就要1800，所以这个不是。上面不是，上面不是，我个人有。你看，你看，你看，这回吧，600层一米。一米四，它这个1800一米四。钢制板是，不过是那个铝的，这个大概我们价格就这个上去。你要用一个叫铝制的，它那个板质板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应该是那种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要不就是这样一条的，就是一条的，一条就是两条就这样，然后你们通起来就行了。我怀疑就是这个。或者就是两个管上竖着一条，那种我见过，蛮直，也都是互相间硬币的。但是心里也在看这个便宜，我的感觉很贵的。那只是自己住的，那我看过他那个，那个他这是主卧室吧？主卧室是面积16平方，对吧？啊。16平方的话，现在是我看啊，4×140，对吧？咱们算一下，16平方乘以1.14吧，等于是2.24的千瓦嘛，对吧？对。除以一个就用那种钢串片，我觉得它就够呛了，现在能行吗？嗯，它这个散热器的这个，你的设计负荷有这么大，它的散热器有这么大吗？它能放点更大的吗？你看啊，它下来以后140千乘以16等于2.24的千瓦呀。2.24的千瓦什么概念啊？除以一个光那个用的速度813那种大的散热器，算下来是120，都不到的，110一般都是。我算下就这还得19片儿。得算下19片，20每天的那个。对，你要按100来算的话，20好几片吧。我看刚算了多少，但是除以一个1.12这样子，就是2.2个千瓦嘛，2.23个千瓦吧，2.2个千瓦，那就是说算下来应该是22片左右。一个屋里头，主卧室里面要用22片除以813，这个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就是12片到15片，了不得是15片。但是该说那么长，这么多片的话，一般超过20片就不好装了，效果就不好了。25片以上就不能用。它这个明显的是大，明显大。然后我们算一下，就算是22片，咱们再问23片的情况。然后一片是，等会儿我算错了，23片乘一个150片吧，咱们算一下钱，就是3450。那么它的报价是它不是这报价吗？这报价是对。那它这个东西是哪个地方用的？不知道。就跟那个啊，它的最大的第八，它是这个，有可能，哎，它是两个，那怎么厨房是两，它要用两个呢，两股，它用了好多，好像用了1、2、3、6、7号吧，许多好多房间嘛，客厅，啊，1、2、3、4、5、6、7，哎，这就有7个，6000乘1400，这个，那应该用餐厅的。这是餐厅的，22,240嘛，然后他用的靠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对，这个是，然后用了这个1600，两套这个一套，
两万吧。哎，理发，对，他认为他我问你的是。1675的话，我算下来的话，这个是一片儿就算是100多的话，都要算是二十三片嘛，对吧？乘一个100吧，100乘一个1.5吧，算下来要用的话，应该是3000多块钱，光暖气片3000多块钱，它这个是到里面才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1米2×600的这种的话，能不能拿到2.2千瓦？没那么有复杂，多开一会儿。这不是多开一会儿，这个就是一直开着。啊，对。除非人走了，不然的话。不是，他就是刚刚进来的时候先开一会儿，先是冷，过一会儿。嗯，还能这么解释一下？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呢？反正这个我这个车主可能，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就感觉看这个。片数有点偏大，对，因为4680确实达不到那么大。4680我们当然常识做的话，4680一般就是电就不会这个正常的，不会冷了。其实我觉得在南方的冷，那你要做到23片去掉，而且多苦嘛，而且还占地方，而且真的民庄啊，不是按这个民庄是它这个不是民庄，而且很难说，对。啊，我同学说他让我们装的，不过他用的这个东西还是挺什么德国产的，但是他丈母娘去，而且他丈母娘正装过来和冲跑的是，他这是他冲跑大概碰到别人家的装了，那干嘛也要装，对吧？新房子嘛，很多人家都在装修的，那时候工薪不配，他们哦，对啊，对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装修房子的时候，方案嘛，先去到楼下挨家瞅，一直看到看到以后，他们才装起家房。问的好，哎，你这个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也可能能行吧。但是量我就真的是想象不到一个1米多长的单人量。你看我看算一下24片能装多少？一片是50公分嘛，不是那个0.05嘛，一片是五嘛，啊，就是5公分嘛，乘以1.23片，也没有1.23，1.15嘛，应该80公分高，然后1.05，嗯，大概就这么长，80公分高，柱子加燃气，它这个是算了1.2差不多，但是它只有多少？它只有66公分高。那个有80多公斤多，所以它的这个德国造的确实是9公斤的啊，而且还散热，散热比铸铁的好，比铸铁的要好。你说德国不？它德国不一定是德国的，这东西是合资，是贴的那个标签的，你知道吧？它德国不德国，它也是铁做的；那个中国不中国，它也是铁做的，这个也是银子做的。这个东西算下来以后，你再怎么着？你也不会，它散热，它决定于外面的一个热交换的，跟外面热交换系统和它自己的导热系统和它散热面积，不决定这三件吧？它又不决定其他的谁哪个国家制造，就决定这三件，除非它的散热面积大，那个热交换系统是一样的，那个阿尔法就是跟空气的热交换系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换热面积，扣下来就剩下换热面积，换热面积大的。散热量大，就是这样。那就是说，它这个60公分的这个比那个80公分的散热面积要大，就有可能的。如果不可能，如果不是那么多，反正这个肯定做出来没坏处，反正是热的舒服的。脱衣服都有可能。不就是这么多话说了，你这舒服度大一点，大也大不了多少。然后嘛，反正以后你想热就能热，想冷关小点就好了嘛，保证不会错。这个嘛，就想多卖你点东西嘛，就是想别的没什么，就是想多卖你点东西。就反正赚钱倒还是赚多赚点钱，给你打一个25%的折扣呗，不是个折扣，给你打上个21.25%的系数呗。
反正做完以后他们就舒服了呗，肯定热的不行了，那就是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北方采暖的特点，就是热的流汗流鼻血，没人没人吃一点啊，你永远热的流鼻血，你要是16度就站出去骂街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烧到26度流鼻血你就没事，没人说的，他开窗户穿秋衣秋裤开着窗户啊，他不吭气，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人的心理想想想想人家这种这日子过得挺好，多舒服，比在上海笨的强多了。不是他在工作有我。对呀、啊。你要是我要他老爸老妈好。啊。你那天在书上这个没什么错误之忧。而且两个人也都是一样。他们还好。连他们父母在银行啊，子女也在银行，都比较，现在都是这样的。哎呦，太辛苦了。而且叫他们到那个外资银行和那个商业银行，他不去啊，太累。太累啊。今天我们就让他们，我有了什么农业银行。舒服点。我们少不少在有声音。如果那个地方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生活的好的话，觉得真好。嗯。生活不好的话，还真是不行。年轻的时候，嗯，就不要那么看你呢，你是当兵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嗯，何老师啊，你是当兵的，挺好。很伤心的，当初也当兵，是不是？上次。这个这个，嗯，他们说我们帮人家带鸡蛋，就是炒鸡蛋的，带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家那个干活的阿姨不知道，半方家好，全人都不知道，让哪知道，因为我指头脖子上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哎，他不知道鸡蛋一块给扔了。又扔到垃圾桶啊！那没有没有，这个都怎么干的？扔进去，扔进去，扔进去，扔进去。不是鸡蛋怎么了？我当时没给你带来是吧？没给你带来。炒鸡蛋。可能不能进去做。你家的人都太顾客了，是不是？到周边去，你说顾客，到时候买不起了，顾客。嗯，城市里面你看，还什么买，不买啊什么的，东西自带的。不是每年放假的时候，都有人去，基本上
这里面哪有难得才能进场？那个现在都不对头，车太多了，不是车太多。你想，以前就说工厂在的话，那车太多，是啊，我这方面，其他的很短。所以说，像这种空气质量不好，有时候得肺癌的几率也高。嗯。没意思，其实真的没意思。哎呀，看看有什么大家的问题没有？没有人，难道没有人提的问题的？这都很困难。哎呀，这段时间都是刚好没有，嗯，没事啊。然后嘛，就开始。继续讲吧。好，就是说下面呢，就讲到这个室外机的这个问题，室外机的电量和添加啊什么的，咱们做了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提电量的时候，请按照大的提，除非你能够确定型号。然后呢，就是新风的问题，新风有两种，一种叫新风换气机，一种呢叫做全新风的处理机。啊，新风换气机呢，这个是它是全热交换机，它是全热交换啊，热交换，它就是个全热交换机。在南方潮湿的地区呢，就用全热交换；到了干燥地区呢，就用显热交换的偏重于显热交换的。这种新风换气机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以前到大金的时候参观过人家那个演示，那个新风和那个回风的话，经过交换，他拿一个电热器在那个地方热那个新风，然后热那个回风，往外吹那个风，拿电热器热完以后，那个风就很热的，然后让你看到那个风以后再把它吹出来，对面呢是那个回往里吹的，你就会摸到它吹出来那个风已经不热了，然后进去的那个凉风，因为是室温的风，你再摸出来的时候它是热的啊，效果还是挺好的，在理想状态下真的是能达到个 70% 都 70-80% 都有可能。嗯，还是挺好的，挺好。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经济比较 ，VRV 的这个系统啊，比风冷热泵呢是要贵的。风冷热泵呢又比普通的那个用冷冻机加锅炉这种形式呢稍微要贵一点。反正 VRV 是贵的多了。但是呢运行费用可以节省 30%， 这倒是真的，所以呢应该是综合考虑。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应用的实例哈，我们再来算做一个看看，这个也没有什么说的，从上面这是一个冷这个机器哈，我们算了一个负荷下来，这个负荷呢就是大概就是45个千瓦啊，就是42个千瓦，42个千瓦下来以后呢，你看这个机器怎么选，这种接待，这是一个前厅，当时呢因为都是吊顶啊吊顶式，这是他们要求的，就是做成这种，就做了这种方块机，然后我们选了一个什么 R28 的，那你就是按照这个来选了，
它不是有这个机器吗？机型吗？然后随便拿一个，记住的就是说，这种四出风的家家都有，两出风的呢不一定有，所以呢选的时候，第一它贵，第二它不一定那个有，而两出风的，所以呢，而且你就干脆选一个四出风的，虽然它是 2.8， 两出风能做到 2.2， 有的小房间可能只有2啊，你选个，实际上我觉得选个 2.2 跟选个 2.8 也没什么大区别，你只要能放得下你就选个大的算了，放那。它呢又比那个什么又要贵一点，四出风呢又比那个风机盘管那个又要贵一点，安装风机盘管的贵一点。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的话呢，你加上那个安装风机盘管那个，你要加上风管啊，加上乱七八糟下来的话，比这个便宜也贵，便宜也就便宜的有限，也便宜不了多少吧。所以的话嘛，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吊顶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是用那种暗装的风机盘管式的为好。如果要是在施工图后期要做装修的时候，就干干净净吊一个那个暗装风机盘管，前面也没东西，后面也没东西，放在那就完了。以后或者最多是后面加一个那个回风的这个定压箱，就成了。前面呢连风管都不要做。这样的话嘛，以后他自己装修的时候自己做就好了，他自己接比较容易搞，你画图也容易，他也容易。你这种吧，实际上闹上以后，如果吊顶不是太般配的话，很难受。你装不上，装在中间，装在边上就难看，装在中间吧，你不一定能装得上，人中间正好是一个造型，然后你这就放不进去，很难看。所以不要，一般不要选用这种。除非你能结合吊顶，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原因，一般不要选这种。然后呢，你看我们要选一个哈，先选一个规格呢，你看是 2.8， 这制冷量是 2.8、3.6、4.5、5.6、7.1， 对吧？就这些规格，反正一般啊小的 2.8 的，我一般选的 5.6 的偏多，也有。另外呢，就是说，请大家看一下，我以前有一个图，反正走到哪还要扯一些其他的事儿了啊。这是大金版的，这是另一个超市的 VRV。这是大金版，这是原来的设计施工图，这是那个装修图，还有一个呢，看一下这个。看这块分
跟这一块是一回事吧，这个图跟那个图是一回事吧。然后这块厅，这个大厅跟这个大厅是一回事吧。但是仔细看一下，它是几个机器，一二三四五六个。再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一二三，十二个。它的数量现在是它的一倍，它的数量是它的一倍。最后用了哪个方案了？用了这个方案了。为什么？这个是结合吊顶做的，都是结合吊顶做的，很漂亮啊，这都是跟吊顶做的。最后一算钱，受不了，然后吊顶不要了，做成这种，就改成这种。就是说，在做机器的时候，还要考虑经济上的一个原因，是不是要给人家算的最后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麦克维尔的，最后就用的是这个图，就用这个图。这个你看当时做的全热交换都有，最后也没有。所以说有时候还要考虑成本。如果你要用那种风管机，就相对来说就没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大一点，对吧？因为吊顶嘛，你反正你吊的时候风口随便布一下就好了，你机器选择大一点就很细。选这种机器嘛，你要结合吊顶，一结合吊顶的话12个，它最后人家只肯提前买6个，最后就不行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机器看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布下来，布完以后，从头到最后，刚才说的40米，不要超，以前做的超过40米，超完以后订货的时候，那个卖人家卖空调的说这个不行，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做不了就改啊，而且很难改。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余地，就是室外机在这儿这么拉过来，最后一个机器在这儿呢，你这40米你现在超了40米怎么弄啊？机器是你是挪不到这边来的，反正一定要想办法把机器你要能放到这儿呢，这样的话带起来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吧，就是这样的。同样的房子，不同的机器放在不同的地方是会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效果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布这个机器的时候，比如说哈，我们先把它放大一点啊。比如说这个房子，这么一栋房子，你这个室内机的这个室外机放到这儿了，这是个核心孔，然后你室内机这样放，对吧？灯，这边是墙嘛？假如说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这么短了哈，这个机器可能在这儿，没有这么短哈。只要这么短，我从这儿直接带过去就完了。就是说，如果不能带的话，机器这边还有很长很长哈，很长很长，这个都是核心筒，中间是核心筒，明白？中间是核心筒哈，不能通的，这都不能通哈，这块不能通。这个机器呢，只能是这样过来。带这些的。那有的人是画的时候这样画，带，对吧？有的人呢是这样画，贴着这个边画。我当然画这个很窄了，应该是实际上可能是这样的哈。然后机器在这儿的，这样的哈。我画的太靠里了。你们明白的意思吧？就是说这个机器应该是这个管啊，有的是靠在机器这边，有的是靠在墙那边，应该是采取哪个呢？应该是靠墙。这就是管道的优化。这样的话，这个主管
这个主管的这个长度就一下就缩短了，整个冷气容量各方面你都缩短了。你这个支管的话倒无所谓了，长一点。所以画的时候就是要注意这些东西要注意，而且这个距离也是，你这么这个距离的话，跟你这个贴着墙走的这个距离的话，肯定不一样，会可能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可能会少好多米。尽量短一点，主管尽量短一点。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个一个画过来。然后就是这个冷凝水，大家看一下冷凝水。咨询室的话，这个冷凝水的话，它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壁挂式的空调，哎，对吧？这个用的是这种空调，这种四出风的有什么好处呢？它带一个小提升泵，它这个冷凝水在这儿，它因为它不能再这么接，它这么接的话，接到室外去了。不行，因为它是卡在上面的，这个卡在这个吊顶上的嘛，对吧？这是吊顶嘛，它带一个提升泵，它把这个水泵提起来，然后再把冷凝水要提升一个高度，一般都是五公分吧，提升从这个积水盘开始提升五公分，然后再排走，它是这样，有这么个小提升泵，这个东西价也在价钱里面吧。但是呢，有一种机器是壁挂机，就是名装壁挂机，就是挂在这儿的。这两种东西，你的冷凝水的话就要注意了，你不能放在一个系统里。你觉得好像穿一穿哈，穿上挺好的，排掉了。这种机器的话，冷凝水只能单独自己排。对，只能单独自己排。然后冷凝水的管径，对吧？冷凝水的话，我看我是怎么排的啊？冷凝水的话，对，你看这个是冷凝水的话是，这就是绿色的，这是冷凝水。这个的冷凝水是单独下去了，你看没有？我这画了一个管，直接下去了。DN20那个管就是下一轮去排了，然后其他的呢都是这样接上去的。接完了以后，这儿有个管井，我直接下到地下室去了，排到冷冻机房去了。然后这边也一样，这边都是这样，把它排到一起，这样下去。这个地方清洁室是有滴漏的，然后直接间接排入下水就可以了。然后厕所。厕所的话的排风，反正大家也我也就不多讲了，就按24以上，至少啊，坐的话，你就公共厕所你坐，你往大了坐20次、25次都没问题，坐大点，别坐小了。然后有一个这边一般消声的话也不用太考虑消声问题，也不用太考虑消声问题，直接坐着可以。然后是百叶子。该多少？反正大家算一下哈，什么一万风量大概就是一平米吧，大概就是一平米。然后这个是多少？0.8乘一个0.32吧，就是0.256平米嘛。然后风量是2460嘛，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万风量一平米嘛，就是这样算出来。所以呢，它就。结束了，这个就是冷水塔的基础，这就是冷水塔的基础。建筑图上都以前提过的都现在都给你拍好了，都在建筑图上都拍好
下面要讲的那个是呢，就是风冷热泵系统了。风冷热泵系统呢，这个它的特点啊是，它属于中小型的机组。中小型的机组呢，适用于就是200到1万平方米的这种建筑。一万平米的话，算下来是多少？2000个千瓦除以二，1000个千瓦，大概就是1000个千瓦。制冷量，这就已经比较大了，实际上相当大了，1000千瓦的风冷热泵，搁在那个房顶上也好大一块了，十几米也没有十几米长，也至少7-8米长吧，有可能有10来米长了，至少是10米了可能。冷热源冷这个空调的是这个系统的冷热源它是在一起的，更适用于同时采暖和制冷需求，省去了锅炉房，这个是好的。机组是户外安装，没有冷冻机房，节省这个建筑的这个节省建筑面积，实际上无需冷却塔，也没有冷却水泵啊，减少了这个附加设备的投资。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江南不太冷的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上面没有水，冬天的维护啊各方面呢会好一点。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在哪呢？就是它的效率 COP 值比较低，它的 COP 值会比较低。压缩机的形式呢，主要就是活塞式、涡卷式和铝箔管式三种。它的工作特点呢是运行时间长，压缩比大。活塞式呢现在实际上是逐渐的也就被淘汰了，涡旋式和螺杆式的是主流。其中呢，这个涡旋式呢效率高，噪声小，参数的适应性好，就是说它对室外的这个应用范围啊比较宽，它能够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制冷，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利用的场合更多一些，但价格呢肯定是贵的，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用的材料啊各方面都不一样。那个涡旋式的就肯定会差一些。这个呢就是 COP 值。COP 值呢现在就是一个确定热泵这个好坏的参数。这个值呢是要注意。我们国家有一个节能规范上就有这个值的这个要求。国家的标准现在是多少来着？我看一下。24年，冷水热泵机组的这个性能哈，这个风冷的涡旋式和螺杆式的核定制冷量的话，是大于50千瓦的时候是 2.9， 小于50千瓦的时候是 2.8， 这个性能系数哈，就是说要记住这个性能系数。咱们是目前这个应该是 2.9， 2.8 到 2.9， 对吧？哦，这是上海的，上海的，国家是多少？国家的是就是多少？是多少？
50，这个你就是说50大于50。大于50。嗯。说啥？5588到1163.4啊。那我们这个4.3啊。风冷在不冷？2.6和2.8，2.6和2.8吧，2.8，那么也就是说应该是2.8，这样的，这就是错的，那就应该是2.8，然后他这个人一般也是能达到3以上，现在不止3了，3肯定比这个高，4.2的都有了，甚至号称5的都有。但是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是够呛的。然后这个你看一下机器的外形哈，这个是螺杆式的，这是螺杆式的，螺杆式的，这个是涡旋式的，其实看上去差不多，你也看不出来，只是压缩机不一样，你要不看压缩机你看不出来个什么，这就是看压缩机里面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个，看一个设计，今天好像你们都，好像也都不是太积极，也没有问问题的。哎呀。看一下这个设计啊。哦，对了，刚才那个，我先补充一点哈，就是这种新风换气机，这种新风换气机呢，它有一个风的这个配风的问题，有这样的，就是说从这边进来哈，它出去是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回来，它出去是在这边，有这样的。也有不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也有直接这样的，有这样的，不一样，是这样的，就这样进风哈，它是现在有两种的，这个你做之前看那样本的时候一定要选清楚，然后最好画一个这个详图，在那个你画的这个地方有个详图，就是画这个上的图。告诉他这个机器是这样的，告诉他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他把这个接口要注意，要对调一下，不然的话这个太坑人了，这个你画的时候是这样画的，最后接管接不上，会接不上的。他有的呀，但是你选的样本的时候，因为订货的时候不一定的。这个不进货不一定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进口和排风口距离的要求，这个距离的要求的话一定要大于10米，但是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反正是不好做到。我只有8米6，我们选择的办法就是这样的，把它进风放到一起，排风分开，或者是把排风放到一起，进风分开。这个的压头呢只有100帕，那么我要带这么长的管子怎么办呢？就是风速要小一点，然后想办法把它控制到这个理想的风速范围内，让它那个阻力能够达到。然后咱们看一下我做的几个啊，这个是这样的，这样做的，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做的，这个呢都很长，都很长，都是送到这个里面直接送进去的，都是直接送进去。回风呢也是一送一回，一送一回，都是这样直接均匀的分开的。哎呀不行，再歇一会儿吧。还是这样。好像怎么搞的东西，背痛。我这太阳会没开好，没动静。关键是没动静。这蓝光起亮了。发红啊？没。黑颜色多，没有发红。发红啥？这也放红了。红跟黄是一样的。红就是看它上去，反正就是它黑色没有的，反正就是看上去觉得暗的。二红啊。咱们这个年糕吃绿的。
然后他们是刚刚成立的，不知道。上次我有空调的，哎，对，有空调，蓝色的，嗯，他们那个，如果有空调的话，早上挺冷，中午如果放空调的话就很冷，空调在一起就直接打了。中午睡一个小时，啊，起来了，要十一点，嗯，啊，我很恐怖，没有那么。
洗澡的时候还要伸着外面的东西。他们在搞这个东西，他妈的，屌的倒是小的不得了，我东西都放不进去了。他们一看说做不出来，我跑到那边去，和别人去谈，和家里就和那个盘古，这是跟他们谈，